别难受啊！你怎么还带着呀？哦，带什么呀？张小刘念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楠楠告诉我的。哎，你打算什么时候送啊？时刻准备着。夜长梦多啊，易东东。夜长梦多。孙孙，哎哎。他有病。看出来了。来，喝酒。风轻轻吹到树痕沾了我衣襟，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，日子匆匆走过背离我有败近身，记过那一片景象缤纷，随风轻轻吹到你抱紧了我的身，随一世经改变我一生，付出多少也深，一枚花海叫得真，佢也不需再惊惧。哎哎，你们说小健哥他现在怎么样？我爸托好多人问了，都见不到人。我听说打架是会被治安拘留的，要我说我们刚刚就应该打一架。打呀，体育运动，叫上我呀。不行，小宝，你不能胡闹。好好，我没有闹。哎，你们想啊，我们都要去上大学了，那总要见一面告个别吧。我们打一架，关一夜，跟小健哥见一面多好。你有没有常识？治安拘留那是在拘留所，查案是在公安局，那是两个地方。小小，你还没有学法律就懂这么多了。这不是常识吗？常识吗？起你，我没考好。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喝多了？我要是能多考点分数就好了。好好，我对不起你。你别哭啊。好，你不要忘了我。好好，你在上海不要忘了深圳还有个我。你别哭啊。我知道你尽力了，对不起你。我没考好。好啦，不管以后我们在哪里，我们的友情是不会变的。干杯！干杯！再说了。不管我们去到哪儿，我们终究是会回到麻阳街的。别哭了，小宝。要是我们以后搬家了怎么办？要是以后麻阳街不在了怎么办？就算以后大家不住一条街上了，我们还是可以常常聚在一起的呀。就是，而且麻阳街怎么可能不在呢？你说什么胡话？哎，我告诉你们。我虽然成绩不太好，但是我以后会有大出息。我要买一艘画报上的大床，船，什么船？人家游艇。马达达，我以后就要把你的画报贴在我的船上，
我要让全世界都看到你。呵呵，吹你的牛吧。我觉得家呢不用太大了，温馨就好。我希望呢，我以后有一个小小的家，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阳台，我可以带着我的老婆去看星星。哥，只要她开心，怎么都行。哥，我也想看，不带你看。哎呀，你的理想也太简单了。不简单，不简单，简单，不简单，不简单。我们真的毕业了，我可以去北京了，我要去上海了，我也要去上海。哎，梁小宝，你就乖乖的陪我留在广东了。马叨叨，马叨叨，马叨叨是我招的，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。马叨叨，马叨叨，有人找你。马叨叨。我才不是马达达呢，我是麻阳街最漂亮的大明星马小小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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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马达达，我爸妈最疼我。喂喂，马达达，马达达，到，我跟有事找你。达达，你是小小唯一的妹妹，你要学会关心她，我有个事想跟你说，你不许告诉别人。不说了，我自己跟他说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哎呀，我哥不想说就不想说了。我要亲自跟他说。我们总觉得离别是一件需要准备很久的事情，然而一场大醉醒来，等到我们真的需要告别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只不过是你一生中很普通的一天，直到很多年后的某一天，你才会忽然意识到有些人可能再也见不到了。往哪里走？往哪里走？东东早。去哪里玩？我出去一趟。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。谢谢啊。哎，就喜欢吃这油条，每天不吃它的话，我就感觉浑身不精彩。干什么呢？我没事，请我喝茶呢。你怎么在这儿？
我来上厕所的。去。小杰哥，我突然又不太想去了。奶奶，小亮哥，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哎呦，你也，哎呦，我没事，奶奶，啊，哎呀，你哭什么呀？我是不是高兴了，小亮哥呀？哎呀。帅仔呀，肯定都没吃好哦。奶奶，奶奶给你做好吃的去哈。啊，哎。哎呦，我这是干嘛啊？这店怎么回事？那刚开业，老板就被抓跑了，怎么搞的？走，咱们去看看那个店，去看看吧。哎，你看，这家什么店啊？卖什么呀？哎，看看，哎呀，咱们过去看看吧。哎，是咱店啊。走走走，咱们去看看。好看吧？开放在这儿呢啊。等会儿金刚在后边啊。哎呀，你快把货放里，都空了这块啊。杨老爷，来真是好眼光了，这是我们香港人的最喜爱的运动鞋了，全广州都没有几双都在我们店里了，预告重数了。老板结账。哎，哎哎哎，这去吧，哎。哎，太好讲了。傻子，哎，乖点，挺适合你。哥，有，怎么了？这全是为我做的。老天哥，你能见外去我吗？啊，打折。打这玩意儿买不起，大胖，招呼一下。哎，来了！哎呀，哎呀，你们来了，大胖哥。哎，买什么呀？大胖哥，啊，我就这些钱啊，你看着帮我给这么好的学妹买回喜欢的。哎呀，谈什么钱呀？自己拿。你谢胖哥。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眼镜可不便宜。那我不。我没钱，你拿特别便宜啊，真是的。大胖哥，我这个只要一块钱。你这个戴上有点像傻子，你还是换一个吧，行吧？不喜欢，一会儿我给你买一块，一块你不买啊？一会儿我给你。行，行，要不咱俩一起买，135我穿，246你穿。那收拾呢？我拿回家洗。成交，哥。我只有这么多钱，你先拿着，我以后有钱再给你。我周六也给你穿。姐，小仙哥真的回来了，现在小香港可热闹了。填完志愿了。
我还有事，要买什么跟大宝说啊。姐，快过来看呀，姐。啊，这可是张蓉蓉的新海报，你上次可是弄坏一张了。要不我买呗？买买买买买买。当当当当！哇，我不换，好好看，你买的？我看你。你们快看，我姐给我买张国荣新海报。你就出。哎，好，你也买个发卡呀？嗯。哎，笑笑，你看这个粉色的，是不是很适合你？我不太适合戴这个，比较适合你粉色。我去小卖部，我再看看别的发卡。哎，姐，你不说你不戴发卡，我突破一下不行啊？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小小怪怪的？哎，这也五毛，谢谢。哎，笑笑，怎么了？我去看看小坚哥。小坚哥不在，出去了。他去哪儿了？街口那边吧。怎么了？见到小健了没有啊？奶奶，我见到了。哦，他在那边送客人呢。哦，哎，小小啊，奶奶做了好吃的，跟奶奶一起吃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哎，走。连我马皮的兄弟都敢搞啊！小健，你一句话，要他左手还是右手？留着吧，让他告诉他上面人。这么长，连他们一起闹，滚！滚！到里边关了几天，辛苦了，飞哥。我俩谁跟谁啊？哎，好兄弟。咱们现在的生意是越做越大，一定会有人不爽。而且，之前你搞过阿田，所以他们这次拿你开刀，全都是做给我看的。果然是华哥做的。对啊，这个阿四就是阿田的手下，上面就是让飞哥和华哥各管一边，井水不犯河水。现在他们生意没我们做的大，上头不高兴了。才来搞你的小香港的，上头，上头还有谁啊？阿健，以后你会知道，我现在问你一句话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交给你的每一件事情，你能保证不出任何闪失吗？能或不能？飞哥，放心吧。哎呦，飞哥，放心了，小健没问题的，我用性命担保，我们兄弟两个一条心，帮你把生意搞大啊！啊，慢走，飞哥。走了。是吗？那我下次给你买。好好，我还不要。你喜欢哪个？我送你啊。你答应我的外语班报了吗？真的要报啊？报也行。嗯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那我去国外找我哥的时候，你就别跟着了。怎么了？我没事啊。我回趟家啊。回趟家。啊？哥，易东东今天也怪怪的。
哎，小仙哥，你回来了。我小仙。什么事？小仙哥，我请求你，以后打架耍威风的事情，能不能离麻阳街远一点？我做什么跟你有关系吗？什么意思啊？那天晚上不是说好的，小香港开业后一起去北京吗？你就当我没说过，这么认真干嘛？打游戏放松放松，走走哥。哎，怎么这么久？我听哥跟霞姐牵着手了。真少。欧奶奶说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最能懂你了。但是我发现我不太懂你了，你让我给你时间，所以就算你进去了，我也在等你，我也没有忘记我们的约定，我已经填了北京的大学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？小小，人是会长大的，也是会变的，你跟我本来就不一样，你拿什么说懂我？你就应该好好憧憬你的大学生活。我不去北京。还有，不管我是打架还是进监狱，都是我自己的事情，跟你没关系，好吗？好不好？我有话跟你说。易东东疯了吗？他疯了。这也太傻了吧！要是我的话，直接转身就走。那是你。我觉得东东这样很帅啊。小小，过来我这边吧。小小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那小子对你挺好的，快过去吧。你应该和他们一起玩。最后奉劝你一句，踏入社会别那么天真。我要是像你说的一样老老实实过日子，会有今天的小香港，会有那样的摩托车吗？我姐过来了。
干什么，小强？哎，小强哥！小小永远相信欧小姐，我不信，我才不信呢！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不信。你周围的人现在也在他们的视线里，我周围的人，阿飞背后的人已经露出来了。这条线我们跟了这么久，再坚持一下，再坚持一下，我们就能扯到线头了。还曾留你一种快乐的味道，感受过你温热心跳，却变成了冰冷煎熬，我要怎么是不是再找不到属于我们那么多幸福。那一天马小小的失态，欧小健的爆发，还有我在他们面前似乎微不足道的狼狈，都像被砸成一堆废铁的那辆摩托车，赤裸裸的展现在麻阳街所有人面前。背对背寂寞的微笑，人们总说破镜重圆，和好如初，其实经历过的才明白，即便日子还会像从前那样过，但有些事情的发生，有些说出口的，甚至是根本都没来得及说的话，都已经让一切悄然发生了变化。我自己砸车砸的。华哥一出来就找你麻烦了。不是华哥，小健，今天公事谈完了，我现在是你李叔。
如果你有什么想不开的，可以跟我说说。我今天进去，让他特别伤心。之前说的好好的，要一起去北京，现在弄成这个样子，我想他对我非常失望吧。他要把我的车砸了，那锤子太重，他拿不动。我帮他把我自己车砸了。但是作为你的李叔，如果你想退出，我理解，也愿意帮你。放心吧，李叔，我不会像他一样退缩的。小健，不过你说的对，阿飞和华哥现在盯着我的小香港，我不能再把身边的人牵连进来了。那你想怎么做？小香港本来就是清白生意，就把它交给大胖吧。至于我，我还是离麻阳街远一点吧。怎么了？阿飞查到阿四举报的事，还把阿四打了一顿。华哥发了很大的火才走啊。抢我们的货，还打我们的人，他真是心命长了他。最可恶就是那个欧小健呢，今天还把车撞得稀巴烂，不知道他做给谁看呢。这么嚣张？对呀，今天他还为一个女的打架，不知道和这件事有没有关系。这么说，欧小健和这女的关系不一般了？有可能。你不去北京了？妈，不去了。哎呀，真不去了。的街角，还残留你言语中快乐的味道，感受过你温热心跳，却变成了冰冷煎熬。我要怎么把你忘掉？是不是再找不到属于我们那么多幸福和美好，你被当流言的骄傲，给了我最温暖的依靠，是不
记得你留下的所有美好。